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光哥，这个呢就是笨牛啦，那个是香港的 Mike。你好。还有喵姐，还有喵姐的妹妹。喵姐的妹妹叫啥名字？陆总。陆总。上次我们见过了吗？跟黄哥吃饭呢。哦，我看到她今天特别漂亮。因为今天远到了几个客人过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这边喝早茶，让他们爽一爽我们桂平园门的热情和我们这边的特色。啊，这就罗秀米粉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光哥，这个给你啊。罗秀米粉啊！哎，光哥，你不坐我旁边，我没办法照顾你。好不好吃？我坐那边嘛。好好美啊！笨牛，嗨，我是笨牛。来到桂平这几天。感谢光哥的热情款待，就是爽不爽？爽，太爽了！半牛从哪里过来、啊？从四川，已经2000公里了啊！哇，挺不容易的啊！来，多喝点。好，谢谢我们光哥，来坐起来一起喝。嗯，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到来。啊，陆总今天特别漂亮，看起来比那天年轻多了。光哥太敬业了，对了，本来就年轻，你以为我很老？本来又不老嘛，那天直播。哦，猫姐，你还忘记了带我们的香辣酱？对呀，必须的呀。哎呦，来喝点这个玉米汤，玉米汁。哦，这粥啊，这粥啊，鸡爪，鸡爪，鸡爪粥，哎，鸡爪粥，还有这个。小笼包，哎，小笼包，不是虾饺，虾饺，虾饺，这个鸡脚啊，凤爪，凤爪，来，我们的改一个凤爪，我们笨牛了，来，笨牛，哎呀，谢谢光哥，哎、谢谢光哥，哎呀。哎，那光哥亲自这个给个鸡爪，让你找到给笨牛找整个鸡爪抓钱的，找多点粉丝回去啊，好吧。好嘞，现在笨牛多少粉丝了？现在笨牛155,000，牛逼！猫姐多少？猫姐151,000，牛西啊。啊，妹给多少？多少？各位多少？妹给多少粉丝了？都有200几噶，200几嘛，哇，200几人啊！多谢晒，仲有我哋靓女粉丝无数。系啊，我的粉丝。那边也是我的朋友，你在那边坐啊。这就是光哥的非常好的朋友了，你看，多么帅啊！帅吗？这个发型啊，特别不一样，好帅气啊！嗯。笨牛，你太可以了！吃饭你也直播，敬业嘛。这个虾饺，尝一下味道。那么湿，干嘛？太可以了。嗯，好滑，好嫩。嫩。嗯。好爽。好吃。那个鸡脚好不好吃啊？好味道。